线上交男友，竟然没人知道王嘉尔是谁。Aries Channel，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瑞斯。大家都知道我已经很久没有交男朋友，我现在每天晚上都觉得好冷哦，然后开暖气以后还是好冷，我都没有人陪我，觉得很寂寞，都没有人抱着我睡觉。真的，那我来抱你了。不要，哎，没有这一段吧？你自己要入镜的，没有这一段。你在叫我吗？很寂寞。哎，所以你入过这个米娅对不对？对对对。我想要找的是男生的，有帅的吗？我想要跟王嘉尔一样的。做梦吧。Shouldn't let go。我要那种很磁性的那种声音，然后对我唱歌的那种男生。那我现在就下载了 Mia， 就是它里面有很多房间，然后有不同的帅哥，我来看一下哈。好，那我先找一个风度男神。好，我现在进来一个房间，叫风度男神。你好，主播声音也太好听了吧。嗨，我是 Ari 安安。晚上好，晚上好。可以聊天吗？我想找像王嘉尔一样的声音的男神。你如果你想找声音的话，刷一波全麦的100的礼物就好了。好了，他要我送东西，那我送他一个肥皂，给我剪肥皂，快点。收到肥皂嘞，有钱能使鬼推磨，来，我再送他个 kiss。我要挑人选。看我要带谁走？你要挑人选啊？那你选一下吧，看你要带走谁。刚刚我看你说要找一个类似王嘉尔的声音，是的。然后你可以先点一下那个礼物盒里面点一个全麦，全麦啊！礼物盒的右上角有一个全麦，然后点那个100的男神，点击赠送。我现在呢就是听主持人的，现在把皇冠送给这个叫做别凡的男生，因为这个别凡他跟我说他的声音像王嘉尔。喂，你好，你听得到我声音吗？我可以听到你声音。哦，太好了，你知道王嘉尔是谁吗？他是一个很 rough 的吗？不是，刚才我只听了一下。不是，你就是。那王嘉尔到底是谁啊？好，没关系，不重要，反正我现在已经找到你了，我想要听你的声音。嗯，听我的声音。好，那我说话了，咱们就聊聊天吧。别烦，我想要听你叫我的名字。哎，你说啊，后面那个字我不认识啊。Aries。那边英文课要教他们念我名字。你现在有女朋友吗？嗯。没有啊，我在等你。很会聊、啊，很会。那我想要问，你喜欢哪一型的女生？只要是你，我都喜欢。可是我有一点公主病啊。没事啊，你有公主病，因为你有我。那你要把我宠成公主，你把我当公主疼啊？嗯，可以啊。你有公主病，所以说你值得有这个公主病。嗯，不能对所有人都好，你只能对我特别好。还想跟你再聊一会儿天儿，比如说听听我的才艺啊，然后这三分钟时间过得好快啊，跟你在一起。对啊，已经过了三分钟了，先这样子哦，我就先储存加你哈、哦，好，先这样子。那我听听看那个北猫好幸运哈、哦，给北猫好幸运丢一个100金币的，你可以试一下他的声音。我给北猫好幸运100。北猫接个报应。晚上好，晚上。当前的第六狗，我叫北猫好幸运。他在呻吟吗？是在呻吟。幸运分你一半。你是不是刚跑完步？你是不是刚跑完步？对呀、啊，他刚做完运动、啊。他刚做完运动。什么运动？床上运动。那就多人运动了吧。他说多人，我最爱多人了，我最爱多人了。这几个小哥哥声音都很好听的。那我听听选择的啊、哦。想听听神子，你给他丢一个100的就可以了。丢一个100的。岁月为笔，相思如墨，字里行间全都是你。我是当前500，我叫神子，感谢报应，祝你在风度玩的开心。很像我这么一说，游戏广告的旁白，太官腔。我要听小宝宝来躺。啊，稍等，这边让他改一下，重新给你报一下。准备好了，给我举个手试一下。我是当前500选择，选择宝贝，来我怀里。
家教啊。天哪！天哪！请进一下。有这麦克，看这个可以吗？那我想听。温雨说：“好讨厌，宝贝，我想对你。”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你们坏坏。宝贝，我想对你。他是有鼻音，他是有鼻音。这样可以吗？声音，我要听你讲。冰暖陪我运动吧。好久没空，今晚陪我运动好吗，宝贝？好漫画哎，很漫画的声音。我发现别凡还是最性感，真的。是呀，别凡最性感了，要把他带走吗？今晚我想来点别凡。你需要带走他多久呢？是一个小时还是半个小时？半个小时。喜欢你啊，好土味的情话呀。你给我介绍一下你自己，你身高几公分啊？我身高的话是186，体重的话132。那你有腹肌吗？以前有6块吧，现在只剩2块、3块、4块这样吧，因为最近就是很胖。哦，这样子啊。对，东西没有那么节制。你是干什么的？我是上大学的时候学的专业是播音主持，然后后来是不做了，然后就是。最近可能是留在家里。那你一个人在家是不是很孤单？因为你一个人住在我心里。但是你的心真的好大呀！我走了那么久，还是没走到自己。没有，我的心胸很狭窄的，只住得下你一个人。那你可以模拟当我的男朋友跟我唱一首情歌吗？就是我妈给我的嗓子是五音不全的。那你会 rap 吗？那我试一下。好。愿意爬上树下，操纵绿色天猫。胸是些刚刚，我是在卖弄风骚，色诱不速之客，我心喜欢寂寞。白天踏着尘埃过，我就在等着夜色。听，那我还是听你、听你的声音好了。我想要听你说，宝贝晚安，我们明天见。那能不能你先说？好，宝贝儿晚安喽，我们明天见。能不能认真一点做练习啊？要怎么认真呢、啊？好，那我看着你的头像哦，宝贝。等一下，我笑场。但我要建立一下那个情景。宝宝晚安，我们明天见。就打个比方，就是咱俩现在已经住在一起了，就是我上班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应该现在再亲我一口呢？好，那你重新说。宝宝晚安喽，我们明天见。好，明天见，晚安。拜拜。因为今天在 APP 上面体验了虚拟男友，我觉得很棒，因为毕竟看不到脸，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畅所欲言。而且我刚刚就是聊得太嗨了，然后还一直前后上下一直动，甜甜就说很难拍，我一直动来动去的，可是我就是因为发自内心的太嗨了，而且还真的脸红，就觉得啊好害羞哦，就是在上面什么都可以做，好像很有钱的人，然后包养很多小狼狗，很像去牛郎店这样，就享受那种撒钱的感觉，而且就让他们做什么都可以，很爽。那这支影片呢，就主要是就是推荐大家可以去下载 Mia 这个语音交友软体。然后呢，在1月29号的时候，我也会在 Mia 上面直播。对，我就会当一个直播主。29号，大家记得要去看我直播，知道吗？可以听到我的声音，然后跟我聊什么都可以在底下留言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，如果喜欢，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分享这个平台，要追踪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Aries Channel。Aries Channel.